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今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家里有一条成年的马犬，想卖掉呢。听说这条马犬非常的不错，看过我视频的人都叫我家里边有一条马犬叫虎妞，啊，这就是虎妞的妈妈。咱们一块去看一下。好，咱们快到了啊。前几期视频我给大家发过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思域，啊，他给我送过几条狗，都是那种黑头黑胸的，大头小耳的。啊，这就是它的红色的这个思域啊，看过前几期视频的大家应该对这个车比较熟悉啊。好，咱们给这个小哥哥打个电话，走，咱们一块去看看。啊，这里地上扔了几个铁链啊，专门来训练狗用的。啊，它这个环境啊，说实话，确实不咋地。这边的话，它准备搬迁了，准备拆迁了。啊，现在咱们可以看到啊。两条马犬啊，在狗笼里边关着呢，啊，这是母子俩啊，啊，旁边这条啊叫得很凶的一条，颜色这条红的豹红马犬，就是他下的啊，他的名字就叫虎妞，你看咬他了，性格非常的暴啊，这就是他的双血统这条马犬，啊，旁边是他的孩子，看，啊，哇，看这条狗的性格，双血统的就是不错啊。鳄鱼嘴的啊，你看看他，看他脾气，看他性格啊，动不动就咬，反正我离他是有一点距离啊，要不怕就咬上我了。麻犬啊，玩的就是他的性格，玩的就是他的胆量，还有他的咬口啊。你看这两个动不动就干仗了，动不动就干仗。这边的话啊，这有个狗啊，这都是啊他的小狗，咱们一块来看看啊，这条狗一共生了十一条，是一个高产的狗，不错啊。看一下这窝狗，挺胖的啊，刚满月，这窝狗是刚满月，今天好像是刚三十天。继续往这边看啊，这边还有一窝啊，这边这窝小一点，你看这两个干起来了啊，话音刚落，两个就打起来了，又开始打了。啊，来看这窝颜色非常的不错啊，这属于豹红马。啊，我越长越红，你看，尤其这条叫的这条，虽然它个头不大，啊，它叫的挺凶的，这都是刚三十天啊，刚三十天，你看，叫的真厉害啊！哎，这条小公犬确实不错啊，一直扒着笼子，啊，你从胆量啊，你看，那么小的小鳄鱼嘴都已经出来了。对这个马犬感兴趣的话，评论区给阿阳留言。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，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。看，咱们今天啊，我是看上了，咱们今天就把它带走。右上角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大虎妞的啊，大虎妞的一些视频。好，咱们话不多说啊，直接装上车，走，咱们去新家。好，这期的视频啊，就带大家看到这里。想看什么狗的话，评论区给阿阳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